好，下一个单词叫做 chastise，读一读这个单词啊，叫做 chastise。chastise 这个单词表什么呢？叫做严惩、惩罚的意思。啊，大家看这个单词啊，叫严惩、惩罚的意思啊啊，等于谁呢？等于咱们在很早以前学过的一个惩罚，叫做 punish、啊。好吧 punish 可以写在它的旁边做一个替换啊，体罚、惩罚、严惩啊，语气加重一些。i s e 呢是动词后缀。 啊，ise 是动词后缀。那么这里面这个单词呢，大家我建议大家通过一个联想去记了，因为这个词网上会给你说下这个词根，这就通过词根记不太好记，意思离得比较远。但是这个通过联想记，你看怎么怎么惩罚它呢？叫做通过拼音去拼，就是叉叉死它。你可以这样去想一想，啊、嗯，叉死它，啊、嗯，是吧？哎，叉死它，这个叫做 chastise。 啊，你想你小的时候，有时候做错题的时候，这个班主任拿那个教官使劲捅你，咔捅这儿啊，特别疼，叉死他！叫做惩罚、严惩、体罚啊，叫 chastise。有一个词跟它放到一块儿，叫什么呢？叫做 chasten。这个 t 就没有发音了，但它俩同义词都是叉死他，叉死他就是惩罚。你看 chastise，还有 chasten。e n 咱也应该知道，e n 就是什么词后缀？e n 是。 动词后缀，对不对？chasten 这个词，你看也是查斯特，也是体罚、惩罚。咱们想想小的时候有没有被初中老师和小学老师体罚过？你想想那时候打你啊，拿东西，这个这个捅你两下，是吧？这个动作，这个叫做 chasten 啊 c h a s t i s e 啊。那么把这个词跟我给大家说一下，你看一看啊，c h a s t chast，它和 cast 呢这个是同根的，表示什么意思呢？它表示啊，注意啊，表示的意思叫做 pure，叫纯净。 啊、哦，纯净，所以你会发现从这到纯净差得特别远，而且没有基础词汇能组成，所以不好记，不建议大家通过它记。你说那纯净跟惩罚有什么关系啊？是什么叫做惩罚？就是加强嘛，使之不断使一个人变得干净嘛。怎么才能变得干净？就不断修正他的错误。为什么咱们小的时候，比如说你有什么啊、呃、咬咬咬指甲这个动作，你妈光给一个耳光，光把打一下手，就不断去惩罚他，使他变得这个干净，没有一些。 其他的一些恶习，所以但是你要这个通过纯净去记的话呢，你会发现它俩长得特别远，差的特别远，不好记。所以咱们就通过一个联想，叫 chastice 还有 c h a s e n 啊。那咱们来看看下面还有哪些派生词，这个问我说一说啊。第一个词叫做 chaste，第二个叫做 cast，还有一个叫 castigate。啊，大家把这几个词放在一块你看，第一个词叫做 chaste，第二个词叫做 cast，第三个单词叫做 castigate，castigate。好，第一个单词。 叫做 chaste，chaste 这个词就取词根的本意了，叫什么呢？叫做啊、呃、纯洁的啊贞、呃、洁的纯洁的，强调的就是我们说啊、呃、没有失去贞操的这种很纯洁贞洁的，叫做 chaste 啊、呃、chaste。下一个词呢叫做什么呢？叫 cast 啊、呃、cast，cast 这个单词呢它跟那个全体演员不一样，咱们看美剧的同学回忆回忆，是不是电影电影结束之后有个叫全体演演员表嘛？叫 cast，但这加了个 e，跟它不一样了。这也是来自于纯洁，它强调什么呢？叫做阶级。 种族、阶级，尤其是印度社会当中的阶级、社会阶级啊，也是这个阶级当中，它所有的种全是纯净的，都是确实都是纯种的，没有串种的，叫做啊。 纯种的这种这种阶级，通过纯净去记啊，叫做印度社会当中的阶级制度、阶级等级。那么这里面也有个谐音记法，你可以通过这个谐音去想，想，就是卡死他，没到这个级别卡住，不让他上，卡死他啊！你这样想也行，叫做阶级。好，最后一个单词叫做 castigate。castigate 这个单词呢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表示叫做谴责，谴责刚才讲了一个词，还记得吗？审查员谴责怎么说？审查员 censor censure，再来一遍，censure 叫严厉谴责啊，谴责。第二个意思也表示惩罚的意思，等于谁？ cast h 他，chase，chase，chase，惩罚或者叫谴责都行，啊，惩罚或谴责都行啊。那么这里面这个词呢，它也是来自于这个词根。你看，c-a-s-t，c-a-s-t-i-g-a-t-e 啊，还如果通过词根解释的话，还是来自于干净这个词根。i-g 是来自于谁的变形？i-g 是来自于 a-g，a-g AG 大家还记得吗？这个词根非常短，行动吧，是不是 act 呀、啊，对不对？就这也是去行动，使一个人干净，所以也叫惩罚。 啊，也叫惩罚。但这个 c a s t a t e 如果通过词根记还是不好记。第二个，马上说一下，通过联想怎么去记啊？通过联想这样记，cast 想成扔，因为 cast 这个词它它本身在这个大学四级当中也有这个词，啊，是一个基础词汇，叫做扔。除了表示全点，也表示扔、投掷的话，把我扔到哪儿去惩罚？后面想的 gate 的大门，把我扔到门口去谴责，扔我到门口，扔到门口去谴责。 啊，你看咱们有的时候上自习课的时候说话的时候，老师一般会把你拽到门口，来，你给我出来一趟，臭骂你一顿，啊，咣咣给俩耳光回去，啊，当然这做法是不对的，是吧？这要知道把我扔到门口去谴责，卡死他是阶级，chaste 这是什么呢？叫做纯洁贞洁的两个动词，叉死他的两个动词叫做惩罚体罚的意思，啊，惩罚体罚的意思，啊，好了，那么这组词，实话不是特别好记，啊，有点难度啊，建议大家通过联想，啊，建议大家通过联想去记，啊，好了，那么这里咱们来看你刚才说的这个 cast，它还有第二个意思，这个词跟第二个词就表示什么意思？ 第一个意思刚才说叫纯净，它第二个意思就表示扔，throw，就是取这个本意，cast 本身就有投射、扔的意思嘛，啊，那么下面有哪几个词，我们说一下，第一个叫 overcast，第二个叫 downcast，下一个叫做 outcast，把这三个放到一块来看一下，形容词、形容词、形容词，这是名词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啊，第一个词 overcast，overcast 大 over 家看这往哪扔啊，方向是往上。 这样的一个动作啊，uh, 大家注意这个词翻译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抬头看看天空啊，uh, 你看看说，It's overcast today. It's overcast today means it's gloomy today. It's not sunny today. It's cloudy today. 叫什么叫阴天的？It's gloomy today. 抬头一片阴霾，大家可以看，有的时候看看天空。 啊，uh, 是吧？叫做 overcast，阴天的啊，uh, 阴天的 overcast，还可以表示人叫什么？叫忧郁的也行，阴天的忧郁的。咱们经常会说这个是什么什么忧郁的气质，忧郁的也行，阴沉的感觉。downcast 呢是往下扔，低下去的感觉，这叫什么呢？叫沮丧的。沮丧的之前我给大家也讲过啊，你看看讲过这样的一个词，还记得？你看这俩造词是一样的，是往下扔啊。d e a c e 还记得旁边让你写了一个单词叫 d e p r e s s 吧？沮丧吗 j e c k 也要扔，你看往下扔。这俩造词是一样的，都是往下扔，就是心情低落、垂头丧气的感觉。 那你看，咱们这样的一个动作，叫做沮丧，但它是形容词啊，沮丧的，dejected，等于这个词，但它是动词了啊，deject，动词了啊。抬头是忧郁，低头是沮丧。你就不管抬，往上扔，往下扔，没一个好词儿啊。最后一个词是往哪扔？往外扔，这个意思也比较直接，叫被逐出的、被驱逐的、驱逐的、被逐出的。名词就表示人，被逐出的人、被驱逐的人，叫做 outcast 啊。把这三个 cast 跟扔有关的三个词放到一块儿，阴天。 沮丧 d e j e c t d e j e c t e d d e p r e s s e d 下一个词叫做 outcast，叫做被逐出、被驱逐的。啊，好了，那么这里面这个单词就彻底结束了，不说了。那、啊，好，让我们来看下一个单词。下一个单词叫什么呢？叫做 c h a u v i n i s m c h a u v i n i s m 读一读啊 c h a u v i n i s m 沙文主义。这个沙文主义这个意思是，我们就是直译过来的。 啊，音译词了，或者叫做侵略主义，或者叫做极端爱国主义、盲目爱国心都行，这样的翻译方法都都不太一样，因为这是外来语的，它是从法语借过来的啊。那么，就简单解释一下啊，这个也是没有其他的派生，就是说什么呢？说这个沙文主义这个词呢，其实强调的是这个拿破仑手下有一个士兵叫尼古拉·沙文，由于他不断极力推崇拿破仑这种啊。 呃，侵略扩张政策，鼓吹法兰西民族是全世界上最牛掰的民族。所以说，这样的一种这样的一种推崇吹捧，受到拿破仑的嘉奖，用他的名字沙文嘛，这个人叫尼古拉沙文，用他的名字来命名了这样的一种精神主义 ISM，还记得吗？还记得虚无主义怎么说吗？孩子们，虚无的特点什么？没有山嘛？Neolism 怎么写？N I H I L I S M，R、啊、S M 对不对？叫做 Neolism，这是 s h o 社会尼兹。所以刚才已经解释过了啊，说的很快。 啊，这个大家知道一下是来自人民就行了，叫做沙文。其实他不断推崇这种侵略扩张嘛，所以我们叫侵略主义，或者叫盲目爱国性。他觉得好像对于法兰西来说是一种爱国，但对于别的国家来说这是一种侵略啊。这叫做 chauvinism 啊，chauvinism。那么这个词稍加变化，你看前面加一个 male，大家还记得吗？这个单词叫什么意思？我问的是这个单词，而不是个前缀，对不对？这个单词叫做雄性的、男性的。它如果作为前缀啊，作为词根来讲，对不起，作为词根来讲表示叫恶恶意恶、恶毒的啊。那如果说叫做 male chauvinism。 啊，他表示什么意思啊？叫做男性侵略主义，就是我们所说的叫大男子主义啊，叫做大男子主义，叫做 male s h a m a n i s m 啊，male s h a m a n i s m 这大家了解一下啊，男性侵略主义啊。那么呃，有一个稍微难一点的词叫做 jingoism，这如果要考 s a T 和 G R E 的同学可以了解一下啊，jingoism，考 s a T 和 G R E 同学可以了解一下 jingoism 是一个词呢。如果咱们直译过来，你看这叫沙文主义，那这叫金戈主义。 这个呢，它俩同义词，我先说一下啊，同义词都表示叫做啊、呃，沙文主义或叫做盲目爱国心都行啊。为什么叫译成金戈？也是一个音译过来的，就是说这个到了这个这个公用之后，你看这个英国迅速崛起嘛，咱们说叫日不落嘛，对不对？所以说英国人他管这个这个沙文主义的别称，他们叫金戈，他们管沙文这类人叫做金戈主义。所以，但他其实本质上还是一样，都强调的是。 侵略扩张，你看也是小小的一个英国，在全世界的殖民。为什么咱们说英国人总有一种觉得自己是贵族，我觉得自己是有一种啊，有一种这样的一个我们当年的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那可是不一样的。你们美国那是暴发户的感觉，是吧？他们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对于美国人啊。大家知道也就是因为他们从小很小的国家，他们全世界，你看那么多殖民地，也是一种侵略扩张。金格主义，它是来自于英国人关于沙文主义的一个别称。这个考纲上出现过，我了解一下啊。记住是侵略主义就完了啊。 好看下一个单词，下一个词叫什么呢？叫做 chivalrous，读一读这个词，叫做 chivalrous。chivalrous 叫什么呢？叫做有武士风度的，或者叫侠义精神的，有,有绅士风度的。大家看一下啊，这样两个词啊，叫 chivalrous。啊、嗯，那么这个单词呢，通过谁去记呢？我先说一下，如果咱们这个男同学，你要经常去夜店的同学，看看啊，有一个酒叫芝华士 chivas，对不对？c h i v a s 嘛，你要知道这个酒就比较好记，就芝华士嘛，谁喝的那个酒都是武士侠义啊。嗯 绅士们所喝的这个酒啊，那么我说一下它的名词呢，叫做 s h i v l r y s h i v l r y 就是它的名词形式，叫做绅士风度，或者叫做什么呢？叫做武士武士精神、侠侠义精神都可以啊，叫做 s h i v l e y 啊 s h i r l r y 它里面出现了一个词根，解释一下，就是这个 v a l 啊，v a l 呢表示什么意思呢？它表示的意思叫做 strong 啊，它确实有一个意思、啊、叫价值，叫 value，它有这个意思啊。但咱们现在说一下它第二个意思，第二个意思表示很强壮。 啊啊，叫做 strong 的感觉啊，所以你看，不管是绅士还是武士还是侠义，他们都有一种很 strong 的感觉。那么这里边咱们怎么去记它呢？就通过拼音去拼，前半部分就通过拼音拼就是持，因为这前面就是可能不太好写，保持、持、持、保持很强壮的一个状态。 今天的那些大侠们，萧峰，你看郭靖这种感觉，不是说特特特蔫儿特娘的那种，不是那样的一种感觉。这个叫做 chivalry，保持强壮的感觉啊。如果咱们看咱们看 NBA 的男同学呢，咱们会发现有有,有一个词，大家应该你也认识，叫做 cavalier，骑士嘛，有印象吗？这个单词 cavalier 也是这个词。你要喝酒，就是刚说芝华士也是来自于这个词啊。这个词根其实也是勇猛的人，强壮的人啊。所以你要认识 cavalier 那就更好了。看 NBA 的同学，所以这个 V A L 知道表示的是强壮。 有价值有有钱有势嘛？一个是价值，一个是表示身体上的一种强壮、有气魄的感觉，保持强壮，叫绅士风度。它下面也有一些派生词，我马上给大家说一下，看有哪些词啊。第一个词叫做 valiant，第二个词叫做 valor，第三个单词叫做叫做 c o n v a l e s n t 啊，第四个叫做 invalid。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几个词啊，来看下这几个词。第一个词叫做 valiant，第二个词叫做 valor，形容词、名词、动词，最后一个名词，它也是形容词了。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几个词啊。第一个单词叫 valiant，valiant，valiant 呢就取这个。 狭义的特点呗，叫做什么？叫做骁勇善战的、勇敢的、英勇的。我在之前给大家讲了一个词，英勇的，怎么说？叫胆大吧？胆怎么说？球是球是 b 胆是,高还是 g 还记得吧？g a l l。L, 那么胆大的怎么说？用英勇的叫 gallant，g a l l a n t。回忆回忆这个单词啊，大家同意的，这也是一样，来自于狭义的特点嘛，很强壮的叫英勇的、骁勇善战的。第二个词 v a l o r 这俩放到一块儿，他同意的。这不它是名词，叫做勇敢、英勇的意思。那它的形容词后面加 o u s 就可以了，叫 valorous。 啊，就是 valorous 就可以了啊，叫做英勇、勇敢的意思。Valor, valor。下一个词叫做 c o n v e l e e 这个词后缀还记得吗？后缀咱们之前给大家讲过，再来一遍，叫做逐渐怎么怎么样的，还记得吧？啊，它的名词变加长呗，e s c e n c e 嘛，形容词是 e s c e n t 嘛，对不对？Ascent，青春期下那个词，逐渐成年嘛，还记得吧？叫逐渐怎么怎么样的这个后缀，又来一遍啊，逐渐强壮，记住我的一个解释，逐渐强壮起来，记住我的解释，逐渐慢慢强壮起来，叫做什么？叫做。 恢复康复的意思，recover，恢复康复的意思。你看，一点一点身体强壮起来，好了。好，最后一个单词叫做 invalid。注意啊，这个词呢其实本身在基础词汇里也有，因为咱们学过有价有效的叫 valid，有价值的嘛，强壮的叫有有效的，比如说有效的合同读成 valid。那么 invalid 呢？如果重音在第二节，invalid 就是无效的，叫无效的。但注意这个里面在国外考试当中考过一个名词的意思，读成 invalid。它这里面取的就第二个意思，你看叫不强壮，叫做病人 patient。你看不。 强壮啊，病人虚弱的，说的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这个有效、有价值和没价值，这个就是比较简单，因为它本身也是四千的词汇了啊，就不在我们涉涉猎的范围之内了啊。但这个要知道，叫 in invalid，invalid，要明白一下它表示的意思叫做这个这个有效、无效啊，还有表示叫什么叫不强壮，叫做虚弱的病人，病人这个词啊，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啊，名词叫读成 invalid。好，好了，那么这几个词过一遍啊，就擦掉了，看看啊，第一个。 先想想，看 NBA 的 Cavalier，直华是 Chivas，跟武士骑士有关，所以叫保持持持叫强壮这个词，叫做什么呢？叫做绅士风度，保持绅士风度，强壮的 Valiant，英勇的 Valor，英勇名词，逐渐强壮起来，恢复啊，恢复这个词啊。那我们说表示骑士呢，还有这样的一个词，大家看看，作为一个同义词，叫什么呢？Knight，K N I G H T，通过夜晚去记就完了，夜晚加个 K。 夜晚出没的，你看一看，那我们别翻译成盗贼了啊。这词也叫什么？叫做骑士，加个 ly 之后呢，叫 nightly。名词加 ly 嘛，也变成形容词。friend friendly，这是一个道理的啊。名词加 ly 变成形容词，也叫骑士精神的。 也有这个意思。其实我们所说的这个骑士精神，其实就我们金庸小说当中所说说的这种这种侠义精神是一样的。只不过咱们中国和外国的英雄叫的办法不一样，外国叫骑士，咱们中国叫做大侠，其实大概都是一样的啊。叫 n i g h t l y 啊，shivers n i g h t l y 好，这单词我就不说了。好，结束。好看下一个单词，下一个单词叫做 Choreography，叫做舞蹈舞蹈这门艺术啊，舞蹈学舞蹈这门艺术啊。 那么这里面这个单词大家也是主要作为一个阅读认识就可以了啊。graph 这个词根，咱们之前已经给大家讲过了。我说 graph 表示什么了？说写呀。刚才咱们讲过，还记得吧？记录声音的叫留声机，怎么说？phonograph，phone 声音开头那个词啊。那么这里面它出现了一个词根，就是 chore。c o r、e、呢表示的是这个表示就是两个意思啊，要么表示唱歌，或者是跳舞都行。这是法语词根过来的啊，唱歌或者是跳舞都可以啊。那么所以这边就是写。 用舞蹈续写你的人生，这叫做舞蹈啊。那如果说 choreographer 把 y 去掉加个 er 呢，就是舞蹈家。咱们叫杨丽萍，咱们看春晚大家都看到了啊。那么叫杨丽萍这样的人叫做 choreographer。你可千万不要介绍说杨丽萍 is a dancer，dancer Dan 呢是伴舞的，你一下给弄到啊三里屯夜店里那些人了，那就不一样，不一个 level 的。大家知道 choreographer 是舞蹈家，像金星啊这样的人啊，这叫做 choreographer、啊。啊，c h o s e 跟唱歌有关或跳舞有关都行。那你看第一个叫 choir。 下边还有我们说叫做 chorus，补充两个词，咱们可以看看作为一个阅读的补充。这个咱们在读读读书的时候，在学校里能碰得到这两个词。Choir 叫做什么？唱诗班、合唱队啊，在学校的唱诗班叫做 choir，还是跟唱歌有关。Choir 原因变了一下，叫 chorus 也是一样。唱诗班、合唱队合唱队这个还可以表什么呢？就是咱们组乐队或开演唱会的时候，你会发现，演唱会的时候这个主唱在那里唱，还有两个男的或者是两个女的在一边啊，干嘛呢？叫和音。 用的也是这个词，叫 chorus 合唱团，c h o r, r u s，都是跟唱歌有关。Choir，chorus，choreography 跳舞和唱歌有关啊，舞蹈这门艺术啊。好了，那么这里面这个单词到这里也是一样，不多说了，结束。 好，我们来看下边下一个词啊，下一个单词叫做 circumlocution 啊，大家读一下这个单词啊，叫 circumlocution，叫做累赘的陈述、迂回的说法啊，迂回累赘的陈述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迂回累赘的陈述啊，那这个词你看写完之后你会发现哪个地方有给你一种很迂回的感觉，迂回的感觉啊，是不是 circum 嘛、啊、？circum 呢作为前缀来讲表示什麼呢，它其实就来自于 circle 嘛，绕圈儿这个词嘛，circle 这个词，它作为前缀表示 around，就是环绕。 绕圈这个词，circle 这个词啊。那么第二部分呢，这里面出现了一个词根，就是个 loc，loc loc 呢和 log，还有就是 loqu，这也是来自于希腊词根，表示的意思就是说，speak，它是跟说话有关。你看，咱们今天给大家讲的词源通假，可、哥、和、夸，都是一样的，就是、这三个字母。所以说，绕着圈说，名词后缀嘛，就是迂回累赘的陈述啊。把这几个放到一块啊。好，我们来看看下面有哪些派生词。第一个啊。 loquacious，第二个，obloquy，这个 lo 一定要认识啊，下一个叫做 colloquy，下一个叫做 s o l i l o q u y 好，下边还有啊、嗯，叫做 eloquence，eloquent 写形容词了啊，下边啊、嗯、叫做 elocution。 sorry 啊、uh,，下一个啊，interlocution。啊、uh, inter，uh, 这个 log 为什么要说？咱们以前给大家讲过，就通过 dialog u e 去记对话那个词，去记一下就可以了啊、uh。好了，我们来看这几个词，读一读啊。Uh, 第一个叫 locuous 形容词，第二个 obloquy、ob colloquy sol、uh,、soliloquy 啊，注意在 l 头上 soliloquy。下一个词叫做 eloquent 形容词。这三个是都是名词啊、uh。然后这边啊，interlocution。Uh, inter 名词，啊，好了，我们来看第一个单词。这个单词在之,之前给大家讲过，但它在北美考上非常重要，所以又拿来说一遍。后缀再次回忆，aious 作为后缀来讲表示什么呢？叫做什么什么东西很多的吧？什么东西很多呢？话多的，又来一遍，loquacious，话多的，饶舌话多的。好，看下一个词叫 obloquy。l o q u y, y 呢，这是跟说有关。ob 之前讲过没？我说过，再讲一遍。ob 有两个意思为前缀，因为前后缀就这一点儿。 咱们基本上已经讲的差不多了啊。你看这几个小时里面，咱基本讲差不多了。O B 作为前置来讲，要么是加强，要么是相反，要么加强，要么,要么相反。那这道题加强还相反？你看这词的汉语意思就完了呗。它表示什么意思呢？叫做诽谤，诽谤。那所以这个 O B 必然取的是相反，against 就是反对你的话呗，叫诽谤。大家还记得吗？咱们刚才讲了一个诽谤叫什么？之前讲过一个诽谤，叫做 calumny，calumny。还记得这个词吧？是不是也是诽谤你啊？calumny，大喊一声，对你大喊，you。 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啊，是吧？骂人的话，这种感觉叫 calumny，叫诽谤的意思啊。又来一遍这个词，忘记就写在它旁边。下一个词叫做 colloquy，colloquy 这怎么说呢？是不是一起啊？C O L 表示共同一块儿嘛。你看看，一起说，这叫什么呢？叫做谈话、闲谈啊，谈话、闲谈的意思叫做 chat talk 这种感觉，大家一起说一说谈话。但这个形容词用的比较多一些，就是我们说叫做 colloquial，大家可以写在旁边，就把 Y 去掉，加一个 I A L。 叫做口语的口头的啊，比如说说个短语，大家就明白了。比如说，你可以写在旁边，叫 colloquial language。colloquial language 就是我们这叫做啊白话，就这个意思。你看大家一起聊天的时候，没有人说，咱们生活当中跟朋友聊天就是、说“知乎者也”一顿蹦，这俩这这几个人就有病了。所以一起聊天，这叫做谈话闲谈。谈话的时候叫做口语的口头的啊，是这个意思。比如说我们说 colloquial style，叫做口语的风格，是吧？白话 colloquial language，只要明白啊。好，下一个单词叫做 soliloquy，soliloquy 还是名词？你看这怎么说？ 就都通过前面去区别，S O 这个地方，S O L 表示的是单一一个，咱们以前学过词 solo 的什么意思啊？是不是独唱、独奏、独奏嘛？所以记住我的一个解叫一个人在那儿说。你看，soliloquy，终于在第二音节，叫做自言自语，单独自己在那儿说，soliloquy，自言自语啊，soliloquy 啊。好，下一个单词叫做 e l o q u e n t e l o q u e n t l o o k 还是说？这往哪说呢？E 方向是哪？向外，说出来啊，这样能说出来。那这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我们所说的叫做说出来叫什么？叫做叫做。 经常上往外往外说的就是比较善于表达的感觉，叫做口才好的雄辩的口才好的雄辩的，叫 eloquent 啊 l o 它的名词就是 ce 结尾，就是口才 eloquence 啊 eloquence ce 结尾了啊 eloquent 口才好的往外说三部分造成啊，你看人滔滔不绝说起话来啊滔滔不绝往外说出来的叫做口才好的最后一个叫 interlocution，你看 inter 叫什么？刚才说过叫相互之间嘛，相互之间说，这就是 dialogue 对话。 相互之间，interlocution，读一读啊，interlocution，你一句我一句，叫做对话的意思，dialog，u 啊啊，我在之前还给大家讲了这样的一个词，大家回忆一下，看还有没有印象？叫 eulogy，还记得这个单词吗 e u 还记得什么意思？eul 是不好啊，说好话叫什么意思啊？词。 有印象吗？叫做“宋词”的意思啊，表扬的话。当然，这个词又有什么意思，又表示“悼词”，也是它。因为悼词也是表扬，你不能说一个人开追悼会，这人躺中间，大家一人骂，一人骂两句，那个人骂骂活了。悼词也是表扬的话，所以这个词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宋词，一个是悼词，宋词、和悼词都行啊。所以说，这个 look、log、look，这都是跟说有关。说完这个词，咱们再读一读，叫 circumlocution，绕着圈、迂回、累赘的陈述，是跟说有关啊。好了，那么这个词到这里。